23岁之前，我没去过西藏；25岁之前，我没试过跳伞；26岁之前，我不会潜水；28岁之前，我不会滑雪。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是我在澳洲的第8年。我想，人生就该绚烂多彩吧。本着这样的初衷，一路从美术生到悉尼大学导演硕士毕业，到现在先后成立以及参与3家视觉传媒公司的运营，最终成为一名商业广告导演，也算是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不仅仅是打破生活的平淡，热爱户外运动，喜欢体验不同生活的我，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与坚持，每一年又有新的追求。2021，我将环澳露营，希望通过导演的视角为你记录最真实有趣的露营体验，替你甄选最实用的户外用具，更会教你如何拍摄荒野大片。我是王导，一位不忘初心、持续成长的处女座商业广告导演。